我想要跟这个好心的人说一句话。多谢你，有这个社会做出贡献。好啊，林姐啦。信哦，阿平啊，这饮料是顺利无？你一定爱甲迎宾啊，底下甲顾好哦，确定手术有顺利的进行。啊，若有啥物代志哦，有啥物代志，你都烦恼，叫我自己做落啊。随时甲母子联络哦。我要把你的心脏挖出来。哎呀，讲什么笑话？心脏挖出来都无命啊！因为你的信心已经够啊！一切拢真顺利，头段医生讲手术真成功，接落来会予亚妈摩托上伫个病院观察一段时间，若是无排斥现象，应该免偌久就会当出院啊。哦，手术哪会这么紧就完成啊？哪会紧？即马拢已经天黑啊，我甲彦斌伫个病院等七八点钟啊，真正有够忝的。哦，我拄只吼有小眯一下，啊煞困去，啊但是困去以后，都是做一个恶梦啊，啊惊一个精神起来。阿公，你是做啥物梦去惊着啊？啊，我都惊到精神起来，但是内容啊。我已经袂记啊，啊！不过最近常常梦到这款的梦呢。你一定是压力太大才会安尼。即摆亚妈摩托上的代志已经圆满啦，接落来哦，你要把心情放好轻松，好好休困一下。总讲一句哦，一切拢爱特别较小心的啦。即摆健康一定要注意哇。咱若不较注意，袂用诶。陈一凡的代志吼，一定要处理好清清气气，绝对袂用留任何的线索。有啦，我头拄仔有甲彦斌提起过啊，伊知影要安怎做诶。好啦，那无你先休困，好，就安尼。好啦。
医师叫伊讲要交代一寡代志，我等下嘛爱过去啊。我看我后壁遮个代志哦，爱请伊到处理啦。啊，刷刷去，我甲你问好啊。我看你还是等期末一顿来，甲你斗三工啦。病院号陈一凡伫病院伤过久，我甲病院人讲讲好啊，我即摆赶紧找一个无人知影所在，甲陈一凡处理掉。好啦，老婆，你家己开始哩。嗯。希望陈一凡消息以后，市场遐个人会主动感悟，知影阮是抓袂起的。若无陈一凡，绝对袂是最后一个失踪的人。娘，林爹。谢谢。小壮，心中痒痒疼一下，是不是睏无好啊？咁就需要看医生。免啦，休困一下就好。好啊，嗯，那来坐落来，来，啉一杯茶。你的手骨跳得遐尼厉害，等下去看医生好不好？免啦，我遐严重啦。甲陈昌相比较，你今天不顾家己的性命来救我，多谢你。啊，你着性命危险啊！我哪有可能目睭紧紧无救你啦？够啦，唔免甲我说多谢，安尼我顶多会歹势呢。小文，嗯 ，Jessica 怎么弄啊？已经上病医治疗啊，只是讲伊的病应该会用啊。昨天这歹代志，我唔知影悔改，甚至阁想要伤害亚军呢。陈琼这款见面不谋的人哦，当然要付出代价。反正我已经把伊心灵犯罪的证据交给警方啊，应该真紧把我抓起来。以我对伊的了解哦。伊很乖，不是伊上惊的，费用才是。伊一直哦，拢是伊一个百万网红健身女神做人设，伊上骄傲的就是伊的病，但是今麦嘞，互伊亲手毁掉啊！这对伊来讲，才真正是上大的报应。这是伊家己做得来，伊在家己承担，伊所造成的后果。是啊，但是兄弟哦，我希望这一切都没发生，安尼我定当有好无无啊。可惜这一切拢失败啦。这严重的，敢会老爸？虽然我已经吃世纪般的疼了，但是因为口水真正伤深，所以难免会老爸。我若是去找迄医美的医生，敢有法度处理？恐惊嘛是。不可能，我不相信。我就是外面那里的灰影啊！我不相信！你慢点动啊！哎哎哎！哎！我跟顾青，台湾网红 Jessica。
开门啊！紧开门啊！你找锁匙。有神报，恶有恶报，唔信报，是时机未到。三美君，我今麦变成安尼，拢是你害的，是你害我，今麦安尼，老母只人对我伤过，你搁笑？你敢笑？我这么给人毁容啊！你笑我黑的吗？你都会惊死啊！你哪会自己去倒台头啊？你走！你走！真是卡，我袂走的。我有讲过，只要你搁活了一天，我一定会跟你对调调，永远都袂离开你。陈美娟，陈美娟，哎，别这样，快点，快点，传去华华治疗。你搞什么鬼？你他妈打着玻璃！变哪变啊你？这桂明是不是刚刚才水的？啊！我跟你讲哦，我的真心卡宝贝哦，拢跟我讲，不管我变了安怎，伊拢感觉就爱我，伊就听我的哦。这国产情侣，臭天才，过来找我的麻烦了，对？不是我要找你的麻烦啦，是你，甲你找麻烦啦。杰西卡，你真正是七月半暗，唔知影死活呢？你早已把人的开幕典礼讲闹着，佮伤害人，而且你大家面头前当着新人，你开车拢是蔡佩娟，即马蔡振祥对你提过，我做评书的哪有可能放你耍？阿 Sir， 我已经起笑了，一个起笑的查某讲的话，佮袂当讲当作真句。你别来这套啦！蔡正祥已经提供证据啊，影片内底你真正上啊！别来这套啊！你别笑想讲，你要用视觉失调症哦来审判你的行责啦！我跟你讲，无效啦！奉检察官的指示啦，从今日开始啦，我警察啦24点钟哦对你保护管束啦，等到你的口水了较好的时阵哦，马上对你侦讯侦办啦，请你配合。哥，警察，我跟你讲。蔡佩娟有没有无死啊？伊无死，你凭什么来撩我？伊哦，死不死哦？快点出来跟我呛声嘞！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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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伊怎么就搁徛在遐啊？伊都无死，你凭什么搞我撩啊？啊，都无人啊！你是在讲啥啦？你搞笑？你看，伊一直笑，伊一直在搞我笑。你看，你看，你搞笑？你这个英文不识走，我绝对跟你拼！哎，你看你几个啦？我们准备争取进，你看你几个？哎，你看你几个？蔡佩娟，聊聊聊！你蔡佩娟来，小炮，来小炮，来啊，来啊！我跟你拼加速呀！来，蔡佩娟，你搞什么？搞聊天？你搞什么？蔡佩娟，蔡佩娟！蔡佩娟，你来这啊？来啊！小花，游戏啊，游戏啊，游戏！
固定阁无钱，开落去，我一切枵死。现在暖气啊，他那像天暖气，水过来拜拜。吃无其他物件通吃，我出去啦，先再去讲。我哪会这么衰啊？我一个堂堂一片的总经理，我哪会落魄到这款地步啊？李可惜，李俊杰，还有刘慧婷，恁所有陷害过我的人，我一定一个一个找恁讨回来，我一定让恁死个真歹看。元気になった。よかったね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彦斌，你替山本さん准备什么时阵的班机啊？明仔下晡啦。啊，都订未到直播的班机，所以干那会当替山本さん订为东京转机啊。明仔？嗯。哪会这么赶？山本さん才到春宴，应该要调用一段时间才对啊。你想哪要订明仔的班机啊？这是山本さん要求的啦。你多才出去呢吼，啊，就随着这长途的班机安尼奔波，对身体健康较无好咧。你干多才去？算了算了，咱的计划因为我动手术耽误了真侪时间。我想我要赶紧回去，把美国的一切做一个结束，安尼才袂影响到咱所来的合作。山本さん，啊，敢讲美国的代志，你袂当请律师代替你去处理就好啊。原本我嘛是安尼想呢，也毋过这段时间我甲美国律师联络过，伊讲因为美国的法律牵连抢劫的问题真严格，所以有真济文件需要我亲身处理甲签名，这您放心。所谓手续差不多两礼拜就当完成，我就顺赶回来。心拜心爱哦，系系系，我甲答。文斌哦，是啊，之前有麻烦你先安排吼，等山本さん明仔日出院以后吼，先请伊食一饭，啊，甲送行者。啊，无你时间会使定喺明仔载中昼啊！哦，等食饭饱啊，你再甲送去机场。哦，啊，你班机的时间应该付啦吼。这无问题啦，简单。我先感谢你给我这么好的招待。哦，啊，无我甲阮早孙啊，都要先挂转来公司，也阁是挂代志来处理。哦，啊，这出院的代志，我再麻烦任兵直接处理啦，哦。先に失礼します。どうもどうも。はい。你就是讲安尼，你就当多表现少啊！伊拢袂走，伊安怎我拢袂走。丁香，拜托你好不好？你紧带我出去，你紧带我出去啊！啊，丁香。
水落呀，你卖个烟好不？你为着不爱坐家，跟我安尼假笑。好啊，我就成全你。咱要离婚呢，电话无响，我就是你的法定监护人。伊遐尼爱假起笑，我就让你老爹疗养伊。一世人，卖笑想要离开家。蔡振祥，你讲，真是啊，我要演啊，我就知影你是假的。蔡振祥，我死！蔡振祥！上吊的时候，拜托伊上伊家己啦。我知影，我一定会注意的。拜托你了，我照顾伊。你老烦了，就是讲，你爱听医生的话哦，你爱乖哦。再来一次，你给我乖。连正祥都离开你的身躯边啊，你是不是感觉足孤单、足无伴的？放心，你还阁有我，我一直陪在你的身躯边，一直陪，一直到你死为止。起来好不？啊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了。啊，起来，对不起，买个来吃哇，买个来，买个，没事，我跟你回去了，拜托。蔡先生，这是英太太庄园的资料，麻烦你领教签名。现在的这马意识起，我就遐，那我会同意，啥拢会当放出来。你放心。伊遐尼爱加绩效，我就会消到底，一世人无可能够出来。咱总算退下关啊，都为一个公道啊。麦当安尼坐落来，做伙饮酒，做伙开讲的。我若是知影，一定足欢喜的。可惜，伊即马看袂着。谁讲伊看袂着啊？咱两个人哦，是阿管咱一世人，想要看什么两个人啊？我相信伊在天顶啊，嘛一定看过咱两个。麦即马。我你感觉足安慰的，
多谢你啊，多谢你进前对母仔囝遐尼照顾，嘛遐尼疼惜阮母啊。伊少年时阵哦，食了真侪苦，家在后半世人有你的陪伴，伊就感觉足幸福的。我不敢看，我当拄着阿官啊，是我一世人上该幸福的代志。我本来就是啊，会当甲伊牵手做伙，走到人生的上尾站。啊，不过你煞放我一个人，甘心离开啊。阿姐。就水呢，跟我同款水。阿官也是迄个月娘哦，我要做边啊迄粒星啦，阿永远陪伴伊，就好伊。阿偏偏哦，世事无常，阿即马都敢那剩我一个孤单老人啊。相公，你是孤单老人，就算我无伫咧啊，我还对你的爱也是袂消失。只要你若想我，我就出现在你的身躯边啊。我感觉足后悔，我若是当较早听阮母话，卖伤伊心，无听着，即摆还搁伫咧。正祥，你莫怪你家己啊。妈妈知影就算我无伫咧啊，你嘛袂阁行歹路啊，这是我上大的安慰。你即摆已经是一个有担当、有气魄的查甫囝，这是妈妈上想要看到的。其实我活到这个岁数，嘛已经有够啊。啊，若不是因为家门跟慧婷啊，我真正就希望的。你当早一日去天顶陪我阿官啊！呸呸呸！政府袂用你啊！你的人生还阁有许多代志还袂完成诶！你还替我照顾正祥，还阁有雅俊一家伙啊！还阁替家务会照顾伊个囡仔，你这么多技能拢还袂完成，是袂当来找我诶！政府，希望你甲正祥未来每一天。都会当过了幸福、快乐、健康。我会点点啊，伫天顶等你。总有一天，咱一定会当团圆。阿姐，讲听什么声？无啊，你有什么声？阿姆哥，我刚才有闻到这个香味嘞，啊，这个香味哦，都跟你妈妈身躯的香味是同款的。我嘛刚才有闻到嘞，天上我，你天天看过来。官啊，你还记得你跟我讲过话？你一定要等我哦。
有爽快无？嗯，有。我跟你讲哦，你今日啊，拢忝几工啊，精气神去，等下好好休困啊。嗯，好。嗯。明仔载中昼，爱请岩马摩托上食饭啦。安尼，甲岩马摩托上出去时间伤过接近，会危险。我麻烦您哦，替我准备药啊，我要对海王下药啊。嘿，我知影，你拢唔免烦恼。岩马摩托上的代志上重要的，那这所有的一切会当顺利，我安怎能无要紧啊？照你的意思去行，就安尼决定啊。嗯。哎呦！哦，你哪会徛在我后边，安尼无声无息，给我带一下。你甲谁讲电话？啊，这个时间会敲电话给我的，就干那新娘尔。新娘拢出国啊，是安那？什么代志这么要紧？今麦就爱敲给你。这讲起来嘛真好笑啦，伊有一挂资料爱早出国啦，啊结果到饭店才发现讲吼，资料藏伫咧厝诶，啊我甲倒找啦。那呢，我是安怎头拄仔有听到亚麻摩托桑诶名？这甲伊诶资料有啥物关系？亚麻摩托桑是伊诶朋友，啊即马人伫咧台湾，伊甲关心者，有啥物好奇怪？我唔相信你甲啥人讲电话，你敢敢互我看通话记录？好啊。你来看，你哪会这么讲啦？我拢决定要家己来交予你啊，那我肯定不相信你。嗯。好啦，我先辛苦啊。你若是要来跟我泡澡，就要较紧的，莫每一间拢等我洗好才来。好啦，我等下去新阿房间甲倒找一下，我倒去陪你泡澡。嗯，我等你。好。好厉害！刚才迄小查某无看我的手机啊，那无代志都别空啊，我赶紧删掉。你起床哪会无甲我叫啊？你昨暝不是讲你头壳疼，我就想讲，互你加睏一下。啊，你有想欲去看医生无？无紧啊，我等下搁加休睏一下就好啊。那呢，中昼甲亚妈摩托上食饭，你敢有想欲去？啊，今仔日要上亚妈摩托上，我一定爱去的啊。你人若无爽快，就莫勉强，我会甲伊解释，你免烦恼啦。你若讲哦，这几工拢伫问我餐厅的代志，佮交代我真侪细节，看起来伊真重视这个代志，我无去袂用的啊。应该是无发烧啦。好，若无我先出门，啊，拖内面哦有止疼药啊，你头疼若是无较好，就吃一粒。好。嗯。嗯，离中昼佮有一段时间，你加睏一下。好。
摕着未？药啊，摕着，我都要去餐厅。哦，我知影。甲头前一台车对我好，绝对袂当对无去。英明，嘿，有啊嘞，有来。让我出来啊！陈一凡，你哪会跟我嘞？今晚到底是什么状况啊？都是你，遇见下回，这次公园，好啊，给你接啦。你是安怎要停这药啊？我感觉李可欣已经开始怀疑我，所以我爱探听阿弟替阎王木头厂上刑的时阵，我要甲海王，还佮李可欣下药啊，确定因袂缀我去啊。也毋过海哥这么紧俏着啦，你加一个动作是叫我怀疑的尔，你确定袂安尼做？咱一定爱想办法把阎王木头厂安全送出去，若无都无采咱这尔辛苦计划这的代志啊。跟你做这代志，那是有重大，你怎可能无命？你敢拢袂后悔？来当替大家把土地讨回来，我这条命真正无算差。你着出国把我拍死哦！干那遐无垃圾你的手尔，你又无法度替恁母啊报仇啊！别讲这些啊！你是条公煞，我知影我罪该万死，啊，不过这一切。拢是海王疫苗的计划，我若无亲手保护伊，就算讲我死嘛唔甘愿啊！你给我一块时间，我就做，我一定会把你的土地拢讨回来，而且死到，我会把这条命还给你妈妈。卖过，我有讲，海国杰假改线真买电计划，会当我是天衣无缝，你是拢是好。你是怎有啥办法啦？阿娘妈妈嘛有方啦，我若去做海王的新爸，肯定伊的身躯边一定有法度找到伊的证据。你讲，你要去伊身躯边卧底？黄冠队，哥，你去海王的身躯边，就是去丧尸，你知无？我无其他的选择，而且这是上好的办法，嘛是我唯一会当上做的方式。我真正佩服，愿意捐出器官的人。阿那达诺卡上轰动那了不起的人。是啊，我嘛想要得到伊的卡包，伊在人间啊。你不是嘛？要不告伊时阵？一定要说句。好，我知影。
原来这一切拢是骗局。天边是有着市场的土地，蔡老爹我的身躯边，伊甲陈一凡早就串通好啊。安尼唔呐，亚妈摩多三个计划唔是真的，陈彦斌对我的感情嘛是假，我爱赶紧通知阿公，绝对袂当让伊的计划成功。我早就发现你开始怀疑我。我早就发现你条条鬼鬼祟祟啊！原本跟你想讲，你是不是跟杨小东跟你勾勾搭啊？我想不到，你是利用我对你的感情，跟陈一凡联合起来，塞给我跟阮阿公，你真正是一个骗子！莫讲到这尔好听了，什么感情啊？是你自己无介意输的感觉。所以把我留在你的身躯边，你对待我，安尼做就是敢那狗共款。狗敢会对主人流血？不过你嘞，连一只狗拢不如。我跟阮阿公遐尔气重嘞，结果你唔知影感恩。我即摆就去跟阮阿公讲，恁贵的，我免想要我。不行，杨某路上呀，这边我来处理，一定要杨某路上顺利出国。麻烦你，这款老东西就麻烦了，这是要处理啊。等下，请坐。多谢多谢。杨老先生，请坐。啊，孙老先生。我搁伫食药啊，我啉白滚水就好。哦，是嘞是嘞，歹势啦，我袂记啊。来来来，大丈夫。刚当，这段时间拢是你照顾啊，我用白滚水敬你。嘿嘿，阿妈，我都说，你想客气啦，你当个你合作这是我的荣幸，应该是我神经才对。嘿嘿嘿嘿。哎，来，大哥，大哥，电话会调高新小姐，卡电话拢无人接的，那才奇怪。对面啦，嘿，阿弟，你是讲可心绣花无双款呢？那母阿连电话都无得人接，啊，可能手机也无放伫个身躯边，所以无听到电话的声啦。好像是这样的可能。他说他是有淡薄头的疼。哦。啊，你就知道他人家不爽快，怎么不带他去医生看？有啦，我原本要带他去医生看，但不然他就说亚马摩托上的事情比较重要，说不用了。人困啊困啊，跟爸爸一模一样，真固执。太岁，我的早孙啊，今仔日无法度让亲信来给你送，这是唔对，我代替给你谢谢啊。刚才你免客气啦，我原本就无希望您送我。刚总的身体无爽快，就应该爱好好休困。那是为了吃一顿饭，我好过家己身体健康，这嘛唔是我希望看到的代志啊。多谢多谢你的体谅哦，阿婆呢？无咱先开始啦，阿婆直直等，直直等哦，恐惊去耽误着你办机的时间哦。等下，这茶足好啉的，你莫啉一嘴哦。哦，你给我讲，来，阿婆你叫伊先出菜，哦，阿我加小酒先都过来。系。我是感觉讲哦，今日即马算是真重要的日子啦，啉小酒就是好啦。陈一凡，你哪里总是还我嘞？我哪可能啊？真正笑死人嘞！那真正要讲法律哦，哼。
头一个人歪啊，不行啊！啊！周天爱，拜托啊！你汉少这么好着，别惊跳。陈一凡，若是让阮阿公知影，恁两个人绝对时间就歹过来。阮若是会惊死哦，阮就不要来做啊。恁两个查甫人，啊！你欺负我一个查甫人，算什么英雄好汉啊？阮本来啊，就没什么英雄好汉啊啦。李凤姐，等阮计划完成啊，阮出来放你走。你今嘛都乖乖去。告你啊，嗯，好，给阿三爷。杨奇，你若是愿意放我走，我会当跟咱个陈一凡一个人，不会跟你牵连入来。你还知影，杨晓东是一个警察，若是厝里的人犯罪，会影响到伊的前途，你还替恁兄妹小受一下。我会当跟你讲条件，不管你有啥物要求，咱拢会当参详。真的哦，安尼我今麦干人一个要求尔。你讲，我希望你哦，点点卖讲话啦。你卖敬酒，唔食食罚酒哦。你若想放我走，到时阵你身躯边的人，我绝对拢袂放伊煞。你着卖后悔。哇，一支嘴那鸡毛尻川，真正是。你们冲啥？吵死人嘞！等我对美国回来，咱就合作开创全新的局面。約束だ。お疲れ様で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こちらこそ。はい。今日的结果有变化，到底这有危险，来赶紧离开这所在。是我姐，哎，等下，可心是一直拢无接你的电话，是吗？哎呀，等下，我卡总是通电话，但我拢无接的。哎，我跟伊交往来。你想我是卖在想工想房哦？我等下三点半，把你规身骨拢困起来。哎，啊，可惜那直接给挂电话，敢咪是唔对啊？谁那也要把我的电话挂掉啊！一定是阿公卡的。哎，叫你卖乌白叮当，你是听无是无啦？我咧讲哦，我咧倒一下茶，你卖听衣柜变怪啊！你讲我清楚，讲我清楚，李明到底有什么情形啦？可心。
可心啊，等下，啊，可心小姐到底是跟你讲啥啦？这杨妈摸到我，跟陈一凡根本都是骗人，哪里骗人呢？啊？罗云斌嘛是操碎咱咱家的做干爹的，赶紧的，紧赶紧来，绝对不能有走。是啊，安怎样？可心走去啊！你是来搞了？你走偌久啊？速速去啊！什么药去啊？什么先保证哦？夜晚不落山，跟路边边安全较重要。我先进去看门啊。嗯，就是安尼。家仔，你无代志啊？我跟你说，啊，这李雄公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先住家再讲。好。慢走。救护车。起来！出去了，用个啦，别又走啦。英国来，你怎好？伊凡，啊，英国队嘞，即摆要安怎？我看，你来找一个路口好落车，我想办法给伊载落来，然后你带野马摩托车赶紧离开啊！你是在讲什么笑话呀？啊？你想让我都给你砸落来啊？啊，不过伊安尼地条条，搁安尼落去，咱根本都走袂去啊！你放心吧，我想啊，蔡霞第一帅呢，搞我对吧？你走好，好。吹啊用的啦，绝对袂好走的啦，紧的啦！大爷，这摆要安怎啦？要安怎？不管你开对一条路，一定可以记住的啦。这摆过去哦，再记条等的啦。是。恁该安怎啊？拢会怪我啦，无注意叫李可欣跌着，才会害个代志变到这样麻烦。你唔通怪你家己啊！你万一冒着性命风险，你太亏也稳啊，当然真了不起啊！只要计划当成功，你功劳上大。多谢你，功劳我唔敢担当啊！我是尽量在弥补我家己的罪过啊！我顶多还多谢您啊！我这个小小的机会啊，蔡姐第一帅。提醒你啊，要做一款这么大的合作案哦，一定要足谨慎的啦。
你现在敢是在怪我？你是可心，阿公以后的资产哦，所有的拢是你的呢。啊，我是要怪你啥？我只是吼、哦、对你较有意见的，就是你俩头壳啦。你这就叫做现代人的什么什么什么恋爱脑啦？啊，敢那知影谈感情用事，不然哪会叫罗文斌甲你便宜？阿公，我嘛是受害者呢，你哪会当安尼检讨我这个受害者？我不是在检讨你啦，我是希望你以后吼，目睭要闭较紧的啦，才袂阁叫查甫人随便甲你骗去啦。哎，可心小姐，今晚是安怎？等下，我查过今日是所有出境的名单，根本都无亚毛摩托上任何记录啊。你讲啥？我看某真是笨蛋哦，那连这种代志都办袂好啊！是呐，卖阿林先为难看某子啦，看这个办事嘛知影，那一定是陈亦凡甲罗彦斌去联合迄个亚麻摩托，因客户后再来骗咱的啦。哎，今嘛上要紧的吼，就是紧想办法通知阮人哦。将亚麻摩托伫阮人迄个口座甲冻结起来。有啦，我再来叫财务长处理啊。哦，你卡来啊？喂，财务长，嘿，你讲啥？已经把钱全部拢领走啊？哈，那安尼啊？海哥一定派人拘留啊！严哥昨日想袂到，亚麻摩托上是要坐船回去啊！我是烦恼，海王的心会真宽啦。机场那边伊嘛有人伫个，啊，伊若去查迄出境的记录，查袂到亚麻摩托上，伊一定会想到讲亚麻摩托上是用其他的办法离开台湾。就算伊查会到，当伊派人关来遮，嘛已经袂好啊！好啦，我随便上船啦，恁就送我到遮就好。亚麻摩托车，这个护理冒险真风险，实在真歹势。莫假找你，阮的计划才都完成啊！多谢你。你应该多谢谢总裁。我这摆来所做一切，拢是为了被报答伊当年对我的恩情。伊是我的大恩人，这嘛是我应该做的。我应该第二位进前先见伊一面，也毋过这嘛该见，想过危险。你帮我甲伊讲一声，以后有甚物代志需要我帮忙，伊一句话，我马上赶来台湾。无问题，我连替转单。这个代志，若无亚麻摩托厂甲阮斗相共，是绝对无法度完成的。亚麻摩托厂的温情，阮拢放伫心肝内啊。我会当帮忙的部分真有限，也毋过我一届看了海王的所作所为，伊应该得到答案。伊所作所为，应该得到报应甲制裁，和所有的受害者得到公道。算落来，就爱看你继续拍拼落去。海王受到制裁是过程尔，这个代志袂安尼就结束，这代志结果一定袂让你失望的。真好，希望真紧就听到恁的好消息。大家保重啦，保重，就是今日，散了啦。我嘛，各地的时阵，一直认为啊，你是一个好人。原本我阁唔肯相信，有冇经过这件代志，我总算了解到，其实你本性是善良的，只是一时打岔去尔。因为我一时口无打岔，煞害着真侪人受到伤害。我只是错误决定，结果害死你妈。我逐天拢伫咧后悔，啊！不过，就算我后悔，嘛无得洗清我身躯顶的罪孽。曾经拍过有时错，脚步打岔，下人无啊！你会真心想要悔改，
总有一天，大家原谅你。一凡，我是你妈妈，你怎么原谅我？我对你的心情真复杂，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你。不过我想，我妈应该已经原谅你啊。咱若无，咱两个虽然没有可能合作嘞。当初我答应你的计划，就是我感觉我妈想要给你一个依靠的。姐啊！啊，妈，阿公你姐啊！医生，我阿公讲有要紧，伊哪会胸胸心抗疼？你阿公本来就有心脏方面的问题，你应该知影吧？那是讲受过激动，也是受过操劳，都会引起心抗疼，甚至是引起休克。那你是不是赶紧替伊换一粒心脏就好啊？可惜啦，以前我替阿公做过评估啊，阿都是因为阿公年岁有较大淡薄啊，所以你惊讲我可能较无多人承受这么重大的手术。那你是变哪？医生，我老公安尼是不是足危险的？现在只有注意日常生活作息，用药不控制啦。您等下阁观察一下，若是无其他的问题，您等下就当准备出院啊。啊！因哪会啥物拢无处理，就安尼把咱赶离开啊？这医生敢毋是怪无医德啊？可惜啊。生死有命，啊！医生也不是神仙啊，伊嘛无法度，大家人拢救得着啊。我无爱，我不爱你死，该死的是罗彦斌迄群人，真正是够可恶的。我即摆就去找圣少。哎，求我姐，懂的。你咪搞什么？可惜小姐，等下怎么搁倒伫个病床？你不应该让伊烦恼啊！可惜啊，你爱较冷静的啦，即款代志，唔免都爱你去做，阿公会处理好势啊。对啦，可惜小姐，罗延斌即个人，最近在咱的身躯边长嘴皮走来干，唔知影收拾咱偌济犯罪即个证据滴，你千万唔当去惊代志啊！我惊代志，我较歹托的。你既然知影罗彦斌伊手头有足侪咱的犯罪证，那你搁徛伫遐做啥？你搁唔紧去处理啊？你是要叫我处理啥？你再改问我。金木子，可惜那你先讲嘛，无什么唔对啊。总共一句哦，不管是人情还是物情。拢总爱赶紧去甲消灭掉。哎，我跟你妈知道，我怎么说来处理？当然，所有引起警方怀疑的资料甲物件，我全部拢甲处理掉啊。金伟姐，哎，坐落来好好啊，陪我啉一杯茶。还加冻。
来，都坐。来。哦，大哥，这泡茶吼，足香的呢。啊，检调单位即马咧针对我，啊，所以我所爱做一个上歹的拍算，就是讲，万一我若去会抓去，啊，大哥啊，大哥，这你放心啦，你若真正互伊抓到，你的心腹。啊！甲你的查某孙可心小姐，我绝对会负责任，代替你甲人照顾较好势好势啦。无该的事哦，我的意思唔是讲安尼啦，我是讲我绝对袂使强硬去坐家啦。当然，还是当然咯。所有的证据哦，我拢甲毁掉啊，警方哪有可能甲你抓去关啦？世事无常啦，我即卖会使讲是去撞到罗文斌甲陈一凡，因两个联合起来陷害我的陷阱，啊，所以我即卖是咧做困兽之斗，我毋知一定都爱做一个安排。傻个，大哥，啊，你的意思是要安排？叫人替你担罪，也多个大家。大妹，啊，你都直接讲得啊，咱就安尼说来说去啦。大妹啊，安尼这件代志简单啦，市场的改革啦，甲器官的基金会吼，加种种的规定，啊，大家拢有参与到啦。啊，万一，等下你若是用抓到，啊，就甲所有代志哦，拢送给阿达利亚。阿达利，我派出去伫国外咧处理代志，也袂回来。啊，过来就是讲，阿达利也阁少年，哦，胆识方面较薄啦。万一若是去有警方抓去，我咧想，一箱就拢总捡出来。这款代志吼，嘛是都爱。靠主力的人，警方才会相信啊！哦，啊，对了，大哥，啊，可心小姐，给我阿姨抓这个陈一凡跟罗彦斌等啊！啊，这件代志我还没处理好些，不过就我来联系两个等啊。是谁要找我啊？哎呀，一直在喊我的名，我的耳孔吼。不够上的，恁即摆是安怎？哪会早会青芒打雨啊？恁来了真拄啊好，咱的小妹应该来算算的啊。当然应该算啦。照你讲，你应该逐个月伫这个时间，先贷款给阮社总裁啊。啊！阮社总裁已经看限你三天啊！你煞一块银拢无汇入去口座，照这合约的内容来讲，现此时你所有的资产应该拢是社总裁的啊！恁三个联合起来加设计。你就是讲我海王的白白吃人这个亏笑，这个表示讲你连袂记我是什么人啊？你今日这么好打，敢来这亲门打哦？啊，我得给恁见识起来我海王的手段。金木子，来，我即马去叫遐少年来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直播开始喽，海王杀人直播。嗯，刚刚组长哦，借钱无还，怎个想要杀人灭口？大家赶紧哦，快报警啊！哦，咱这个一凡哦，真正有够巧的啦，那袂输迄个诸葛孔明同款，足智多谋呢。
遐安尼哦，要走去迄落海王的迄落邪恶大本营，搁知影哦，开直播爱保护家己哦。哎，阿姨连讲叫粉丝报警的，安尼嘛来叫小东。小你头啦，小，你是无看罗彦斌伫遐哦？那个小东叫出来吼，伊看了哦，心情加烦的啦。连我看到这背骨的吼，更加就袂爽的啦。啊，还是。有啊，你嘛看较紧张咧。即卖彦斌甲易凡是同国的咧。什么意思啊？好啦，啊嘛差不多是爱甲大家讲真相啊，啊嘛差不多爱还彦斌一个清白啦。啊？行伊什么清白啦？他你嘛拜托的，这颗粪扫害咱咧厝边头尾哦，拢无厝头大，啊咧搁放无放囝，即卖哦，搁走向对方遐去了。啊，彦斌即个是卧底英雄呢。啊？哥，你意思是讲，卢彦斌是挑工去江可欣，啊，搁海王的身躯边做卧底？快点无，快点无。咱家的杨警官也是巧啊，点一下就通啊。啊，一开始哦，其实我甲新阳嘛反对彦斌去遐咧做啦。不过哦，伊咧讲啥物只有安尼，才会当甲大家土地退倒来。最近看伊承受遐济代志啊，啊，改予大家安尼配谈配烂啦。讲实在啊，我看着哦，淡薄仔唔甘啦。你的意思是讲哦，啊，咱去一片遐抗议的时阵。啊，迄罗彦斌，迄种少年的模样，拢演的哦。哇，安尼伊嘛真敖演的，迄演啊比迄八点钟的男主角搁较敖，害我哦气一个心脏病就要行起来了。嗯啊。啊，不过海王遐尼啊粗残，彦斌的身份若是有人发现，唔着无命。伊敢唔知安尼足危险的？啊！伊在空位就要弥补大家呢，唔再摕性命去甲伊搏。而且哦，伊搁安尼心心念念伫甲腹肚内抱抱，叫新娘送点心互你啦，无就带你去脚底按摩啦，甚至搁走来咱家替宝宝做婴儿床呢。所以迄天，我伫个脚底按摩看到的人，真正是罗彦斌。无唔对啦。啊！而且婴儿床顶悬咧过哦，也是伊咧做的时阵手无实力夹着，毋才落落来。想袂到罗彦斌，佫遮担心吼。好啦，唔管安怎啊，啊彦斌甲易凡今仔陪食总裁去咧甲海王谈判，啊先看卖代志安怎发生甲讲啊。好。全部拢甲我出去，出去！甲小姐。其实嘞，闽南讲名下所有资产，包括一片企业，都属于我的。应该出去的是你，不是我。夏文龙，恁用这款卑鄙的手段来偷摕我的物件，你是唔惊我爱你付出代价？讲开。当初你甲我借钱时，我拢甲你讲过了。我只是依照你平常时做代志的方式，提出条件给你，而且你嘛答应。这应该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因为安尼我来付出代价，我想你爱行者啊，行比我更加济才对。谢总裁讲了真好啦，摕你的头过你的饼，那是拄好尔。是啊，你的报应。警察来！该案审讯，你涉嫌杀害郑春梅，非法侵占她的土地，还有非法器官移植买卖，我今日来。就是要把你移送法办。你袂当了袂了啦！我们警察是袂乌袂了，这是支票。邱博士，哎，这今麦是什么环境？阿都唔免安尼吞吞吐吐。你是不是甲张经理同款伫我的背后做出我唔知有诶无诶代志？
请你原谅我。我跟你同款，厝内面了亲人了。唔免提厝内人做借口。尊祖公，你要婚嫁好日子，嘛不应该做违法的代志啊！等下，我拜托你，我海哥啊，那个什么样赶快来收单，把社会做，那啥个白人吃阿无啊？天猫子，产生这种人，你个什么人做大呀、啊？天猫子。我甲你当作甲亲兄弟同款，你袂陷害我吼？无唔对，这一切代志拢是我做的，因为我替阮家来解决麻烦。金木子啊，即摆什么时阵啊？你搁肯替伊担罪？你这个想讲搁袂袂上呢？金木子，我会想办法解救你。是要救谁？你两个先跟我回警察局，再说说，带走。是。委员姐啊，你不能再回来了，委员姐啊。请你配合。阿公。不行，替我叫律师。哦，我知影。阿公。啊！总算是抓到大鱼啊！啊，无简单，好，会当看到阿公要心肝啦！才不错，天家安尼搞阮设计，甲你拼，甲你拼！张可心，你上好是莫去甲动手哦。燕碧，我真的相信你，你唔若辜负我，搁三番两次伤害我，我真的是，我真的是救命！你这种极品比起来，我根本是小 case 啊！是啊，应该是人是你，你听讲一定得到报应，后者大喜啊！江小姐。给你一个良心的建议啦，大囡仔若是不自爱，定定要怨大别人，要甲别人比较，幸好永远都袂靠我了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喽，请你看到人都会得到幸福哦，拜拜。警察跟海口抓起的关的时候，哦，那种爽的感觉，不就是那鼻结一股的有无？天哪，做一天来噗出来的感觉。哦，陈一凡，你慢慢嘞，这么吃物件，就恶心嘞你。恶心是恶心哦，啊，不过我感觉这形容赞啊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叫做哦，邪不胜正啊，咱的坚持终生个只恶习了，拢个变恶倒啊。是讲话，我有一点仔烦恼啦。我是惊讲江海啊，身躯边遐个人，会甲所有责任拢给打落来。到时阵，伊赶快应该逍遥法外。也唔过违法买卖器官属实，这里明显着。咱小心警方啦，一定有办法，该办个对。嗯，陈一凡，无简单哦。你甲杨启义、谢总裁啊，佮罗彦斌四个人，今仔选了这部，予迄个世江的吊价。嗯啊，这一开始拢是彦斌的主意啦，啊，伊就一直做想要替大家把土地替上来，起码吼，总算会当把土地还给大家啊。是啊，吼，陈一凡，我感觉你真正无必要迄个细工的，也去乌心中啊，啊，无阿姊又在哭啊死。你敢知影？伊家刚为着你哦，我们无法度食呢，四界去找你，而且搁咧附近的还找到病过来。
翠帆，你干嘛想超过啊？你是在创啥啊？你害我老尊公，你发生什么意外？讲就会讲到一半，段旭，我找不着人呢。歹势啦，这件代志哦，关于对亚麻木多少，搁验病安全啦、啊，当然是愈少人知啊愈好啊。哎，慧婷啊，我安卡嘛拢唔知啊。对。所以你不太知啊？开玩笑，我想啊，这下得帅。文亮啊，你嘛是啊，明明知我找伊，反正找无，你搁改造我麻瓜。帅哥哥叫我倒茶缸，我总不应该放点点嘛，对吧？哎，仙女姐姐，不要生气嘛。是啊，别生气啦。饮一下饮料消消气哈。来啦，来。大家坐下来。来。你当个海哥送几块，送给同事。来，今麦收回去先。都给他了，干杯！干杯！耶！好小姐，你先坐下面啊。我今麦需要钱，去替我阿公处理代志，虽然讲。阮大部分的财产拢已经予卢彦斌因一定人骗去啊，啊，不过我相信，阮阿公一定有留一寡值钱物件伫个身躯边。你对伫阮阿公的身躯边遮尔啊侪年，应该知影伊甲苏联物件拢藏伫个倒位对无？全部摕出来好啊！我唔知影当下有啥物值钱物件呢？你是真正唔知影？你是无想要甲我讲啊？阿达利，我警告你哦，你上好是莫趁阮家当咧乱的时阵，要销售阮家的财产。你若是敢安尼做，我绝对会帮你耍。当你对我这么好，我哪有可能做出对不起你的代志啊？别人讲我这么好听啊，我阿公今麦红色的，元气大伤。你看到这种状况，敢拢未替家己未来做打算？我阿达利是一个讲义气的人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你想的遐尼卑鄙，好无？哈，莫搁骗啦！参像你这种人哦，我就了解的。我真不相信你有啥物义气，我阿公哦，就是饲恁这阵偏食的人，今仔日才会遐尔凄惨落魄。你讲话要凭良心哦，当然今仔日被人骗去，拢嘛是你害的。当初若不是你，坚持要甲罗彦斌留伫个身躯边，今仔日就要出代志啊，对不？哇，你即摆敢是伫怪我？阿诺啊，我阿公即摆无伫个啊，你就无甲我藏伫间内啊，是无？今仔日我若是无教死你。你当作我假菜？哎，队长，过来！等你。阿公。哦，恁实在是，伫外面都听到恁的冤家啦。安怎即马是嫌我无够烦哟？阿公，你总算是回来啊！啊，是讲检察官哪会愿意放你回来啊？期末期，所有代志拢打起来啊！是讲大家嘛拢知影啦，伊是咧替我担罪啊。台湾是一个讲法律的所在嘛，啊，因若无什么证据嘛，无法度通无放我走啊。啊，你是到底是咧问啥？当然，拄则大小姐想要知影讲你搞啥物特级的物件，我讲我唔知影，伊就生气啊。阿达利，你唔知影头唔知影尾，就讲我伫咧找值钱的物件，袂输是我有啥物无正当的想法？你安尼讲是存心要害阮阿公误会我是无？大小姐啊，啊不过你拄则确实是有问一件代志，我只是老实甲当个报告尔。可心，今麦到底是啥物情形？阿公，我需要钱。去逼谢文良，把咱的资产全部拢偷回来。哎，你即马千万是不应该妄动的呢。我即马手头的资源哦，已经无多啊。
啊，所以讲都爱小我较忍耐，等待机会嘛。你即马若忍袂掉，代志就去了了啊。阿公，你要忍，我无意见。啊，不过我甲罗彦斌的私人恩怨，你不要跟我斗相共，我会家己想办法。可心啊，你嘛小我较冷静一点嘛。我真无简单啊，找着你呢。啊，你刚出代志，我是要哪？阿公，我一定要让罗彦斌知影欺骗我，下场有我尔凄惨。我会把我所承受的一切，全部拢加倍还给伊。我唔但爱伊的性命，我阁爱让伊承受失去母仔的痛苦。若无，我真正唔甘愿。你若坚持要安尼先做吼，嘛毋是袂用的啦。但是做代志爱清气，脚手爱溜达，啊嘛袂用的有够乎任何人来指控你，甚至连累着我，安尼你知影？阿公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会做甲足清气的。好啦，既然你若是要安尼做。我叫阿大力来斗相共啊！阿大力，可心的想法你应该拢清楚啊！吼，你替伊先准备一下。哎，可心啊，目前这个情形哦，咱的情势已经有较弱啊，啊，所以讲爱想一下办法。我嘛在想讲。咱会使斗阵来国华，离开台湾，咱来去国华重新生活。阿公，咱即马啥物拢无啊，已经无钱啊，去国华是要安怎生活？你放心啦，我袂让你吃苦啦。保险箱，内底是底啥？拍开看卖就知影啦。迄密码是你的生日啦。验证通过。阿公，你阁有这尔侪美金哦？那美金也不是重点啦，后面有一个黑色的袋啊，你再看卖。阿公，你哪会有穿啊？我今仔爱穿，先免讲啦。这个袋啊里面的物件较重要，你会使倒出来看卖。是选酒，这拢是上盖好的选酒啦。啊，讲伫国外，有安排一挂选酒交易的朋友，啊，所以讲，趁做变卖以后，嘛未留任何的记录啊，所以未有任何法律的问题啦。趁做讲罗彦斌，甲咱便宜我走散，提袂倒转来，咱嘛是同款会使用这個。踮在国华逍遥住宅过日子啊！哎，小王，等下啦，上班也无等我。啊，咱两个公司也无顺路啊，而且你万免较早出门，加睏一下啦。不是啦，算不得李彦斌交代我讲什么哦？最近非常时期，叫我一定要好生上下班呗。哥，你有跟彦斌联络？伊即马人到底伫倒位？迄个江可心一定会找伊报仇。啊，新娘嘞，伊够安全？你放心啦，因兄妹仔即马拢好势好势啊。啊，彦斌就伫伊个卧底个代志，别空静静，伊就先甲新娘扶上出国去啊。
现在也暂时避一个安全的所在啊。安全的所在？什么所在啊？啊，就彦斌不是有一只游艇，伊真拢避伫遐啦。诶，海王甲江可心要找到伊，无遐简单啦。好啦，人有平安安全就好啦。还是讲小东啊，啊，你即马嘛看会出来彦斌对你的用心吗？你干嘛阁坚持要甲伊离婚？我即马的心情真正足复杂的，我阁毋知影。这彦斌哦，确实捌做唔对代志啊，啊，不过伊即马嘛算是浪子回头，尽力咧弥补啊。可是感觉讲哦，你应该给伊一次机会啦。哎，我唔是讲劝和不劝离哦，是我看会出来讲哦，你还阁有咧爱伊，你根本就放袂落心嘛。好啊好啊，卖阁讲啊啦，时间嘛无早，我要来去上班。哎，等下啦，我陪你来啦。哥，你唔要安尼搞对调调啦。我无甲你退，是要怎保护你？我是警察，我会当保护我家己。拜托，你看你巴肚愈来愈大，你当作你阁会当飞天遁地哦。阿伯，阿伯，阿伯啊！哎呦，你起来嘛！哎呦，你干啥？我老公在病院，差我接戆的啦。哦，啊，恁家住喺对啊，无我送你来转啦。嗯。等你头前我讲个尔啦。好，啊，无我无你来转啦吼。老公，你大声大名哦，你坐遐等我啊。下摆家头早去上班呢。我知影啦。哎，老婆行，老婆行，阿伯，谢你哦。爸爸来了吼。谢你，谢你，谢你，谢你。喂，小东，你总算肯接我电话啊！代志的经过，我拢已经知影。我嘛知影你是安怎冒着生命危险去海王的身躯边，要替大家讨公道。啊，不过我感觉我做了无够啦，这是我欠大家的。若是肯给我机会哦，我一定无惜一切弥补你甲爸爸的啦。彦斌，真正一日发生伤侪代志。我可需要一点时间消化，尤其是你甲江可心的代志，就敢那参像一支刺，我真正无法度确定，我是毋是有法度甲迄支刺挽掉。我甲江可心的代志，确实是我一时糊涂做唔到去啊，我真正最后悔。啊，不过请你相信我，我的心换来敢那你一个尔。我知影，你拢利用家己的性命去证明啊，敢不是？多谢你，我唔敢妄讲，你会当原谅我。啊，你听到我讲话，我已经足满足啊啦。我接受你，彦斌。不管咱的未来安怎，你即摆一定要先好好保重你家己。张可心毋是一个正常人，毋知佮会对你做出甚物恐怖的代志，你即摆真正足危险的。小东。爱你。